如才我已爱在你心，还多出一个人，你瞒住我，我亦瞒住我，我太合真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主要是就是那个餐餐餐，它这里会爆麦，拿远一点的话就不会爆，拿远一点不会爆。谢谢谢谢。拿远点不会爆吗？刚开了一把，你们在打啥游戏啊？打什么游戏啊？下棋啊？下棋又不好玩的，这种东西是男人就打 NBA 知道吗？打下棋有什么好玩的？打下棋有什么好玩的？是男人就打 NBA 云顶之弈，是男人打什么游戏？打这个、啊、看我打什么游戏啊？不是男人啊，你们是男人吗？是我的粉丝就哦，对哦，你们也不是我的粉丝，操！哦 ，NBA 是男人打的吗？打拳皇，打飞车，是男人打的吗 ？NBA 打什么游戏？如才你已爱在你心，还多出一个人。雷门局没意思啊，云顶之弈是真的没意思啊。那去把灯牌卸了。哦，好、哦，没别看一下看一下，别卸了别卸。你是啊、哦？对对，是我粉丝，忠实粉丝。哎呀，那小七说不是啊，小七说不是我粉丝啊。他每次骂我，他都有理由。我不是你粉丝啊，我骂你很正常，因为他挂的是孙一宁的灯牌。每天直播时间嘛，每天直播时间是半夜到早上不等。你还有二层的大头的啊，就是没有我的啊，行吧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哎呀，有被打击到了。